住民站你罚15，你给我房子。哎，他们挡拆，你们可以换。龙骑士的球权。打没了。运过去啊。住民站。左边走低位。转身之后没能投中。唐仁辉抢到篮板，两分命中，漂亮，这下漂亮，篮板，哇！你张宁，张宁 ，JT， 依然是打内线，协防位，赵振新，勾手，好球，漂亮。防守！换！你防张宁，你们两个。大东，顶抢篮板，10号篮板啊！不要上去防，投不了。龙骑士，好啦！哎，好球！恒毅他很有杀伤力，能替代体能位置的还是恒毅吧，因为恒毅这个攻防两端都比较全面一些。光辉，这球移动要快一点，你准备换大东，大东移动有点慢。你们可以换。张宁。直接选择投篮，太假了这球。马潇齐找到杨正，加油宁哥！五，最后3秒钟的时间。一秒。12秒进攻时间为一。等会儿他们那个那人冲的太猛了，他有点快，要过上，你再马上。他们都是用很高的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矮的球员，对，很难。这边还是选择直接干拔投篮。挡拆篮板还是龙骑士这边，张宁给到朱明镇，直接跳投。杨正给刘恒毅强吃，造成犯规，两次罚球。郭，他没有角度了，没事。好球。下顺张宁，快换那边，好球，造成犯规。哎，我你在干什么？确实是有一点丧，因为犯规也挺多的，有点担心，因为我们铁牛不在嘛，然后他就是纯内线，如果犯规太多的话，像上一场张宁一样，如果没办法打的话，那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不利的。最重要是现在最重要，你防守的时候就是你，所以篮筐在我后面，就是我跟你，篮筐跟你，我在你的中间，除了那以外你不用一直去抢球，你已经有太多犯规，每次你上场你犯规，你防守就犯规，对不对？他防守不是用他头脑打，他是乱打。我知道你要赢球，可是你不能就一直用你的手一直去抓他们，所以我也是比较生气。张宁
萧齐灌得很好，团队整个气势都起来了。你看，黄队没有一个灌篮啊，我觉得哦，很爽。太硬了，张宁。哇！马上来了。J team 请求换人。哎，暂停，暂停。您等一下，您等一下会休息一下。说总共一个人可以有六次防守。对，我知道。可是三次你就上场不能打。你，我需要相信，我放你上去你不会犯规。我一直叫你不要犯规，你一直犯规，所以我需要相信你不会，知道吗？你就等到下半场，你会打很多。你不犯规，你会打很多。OK， 啊。他是很强的球员，我是教练，我已经警告你了，你不能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不要听我的话，你不能怪我，你不能打，因为不是我不要用你，是你犯规太多次。成功抢断，刘星不愧是鬼手，杨正再一次三分，给到内线，这边很聪明，自己突破。给到张宁，里边朱明镇，哇，漂亮，太漂亮，就这么打。杨正虚晃之后突进去，张宁面对马娇琪，哇，三分，耶，三分命中，给到孟翔，三分有效。朱家荣变向之后。杨正的机会，三分。胡安普，造成犯规。两罚中一，交换给杨正。变向之后，三分没能命中，但是自己抢到篮板。杨浩哲变向之后